好，走。哎，拉开吧。这样抓不到。要过去那边才有。也有了。好厉害。各位车友，现在就是阿提昂。哦，车道偏移优化成车道保持。现在我们时速是低于18，以往我们原厂配给你要65以上才会有。各位有看到吗？啊，过十字路口会没有，原厂的逻辑就这样，打方向灯眼不会有。哦，然后你会看到它在抓线的速度，反应速度非常的快。哦，有感受到吗？有，它有在动。哦，抓得很快，抓得很快啊！嗯，手放开啊！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会啊，15秒会提醒的。Okay. 所以啊。